屏幕前各位小姑娘小小，欢迎回到玩梦会。今天啊，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来自老朋友帝京科技啊，老赵制作啊、老八重涂的这款针对于 T08 或者 MPF 放大版 MPM 威震天的一款新头雕。那我之前呢是跟大家去分享过原版，也就是平头哥或者是 MPM 版本的这个头条，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这个 T08 或者是 MPF 的比例，所以呢这一次呢赵总呢又重新的针对原版的头雕呢和八哥重新进行了一个刻画。那这一次呢非常荣幸啊、我也是定了一款，大家可以看到啊，帝京科技的这个盒子非常有科技感。那这个原版头雕呢我也是拿下来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横向对比。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盒子啊，整体的包装盒呢还是非常精致小巧的，里面呢是采用珍珠棉来进行一个包装，那主体方面呢就在这儿。那这款产品呢和我以往介绍的头雕呢稍微是有一些不一样，材质方面呢和之前的版本呢也是有区别的啊。之前做的那个版本呢是一个打印件的一个版本，而这一次的这个版本呢是 ABS 翻模的成品，在整体的材质上把玩方面来说呢会更加放心的、啊、这也是我对于这款产品呢期待度满满。拿到手呢果然是个人觉得啊工艺品级别的，细节方面的这种层次感呢做的真的是很强，尤其是八哥的这种重涂手艺啊更加可见啊，这种光泽感上面的细节刻线啊，包括从侧面的这个角度牙齿呢是做出了可动的一个效果，嘴部呢可以做出一些可动。那大家仔细来看一下这个眼睛这个部分啊，它的精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你可以看到这个眼睛不开灯的时候啊，这个纹理细节它就是一圈一圈的，然后呢整体的一个细节啊做的是非常可以的。然后呢与原版的一个横向对比呢，大家来看一下啊，相比较于原版的头雕呢，这款的头雕呢在大小方面呢也是比原版会更小巧一些，同样呢也是可以参与变形。至于细节的层次感呢，相比较于原版呢，我觉得层次拉的不用我多说吧，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可能要相比较于原版 T08 这个涂装呢少了一些烟熏色，不配这个烟熏色也可以啊，毕竟 T08 这个地方它是多出来多余的这么一块，而这个是更还原电影中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说整体的感觉来说呢质感会更好一些。牙齿的一个细节呢可以看到啊，丝毫不弱于原版的这个头雕，包括嘴部呢也是同样可以张开，而且呢脸颊的细节呢更还原于电影的一个细节，你可以看到这个眼窝的一个细节涂装啊，这种层次感相比较于 T08 呢整个的一个头雕呢精致的不是一点半点，然后呢层次感和细节量呢也是做得非常强。那这款产品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磁吸灯的一个引入，好来看一下眼灯的效果，当眼灯点亮之后呢我们拉近来看一下瞳孔的细节，不知道各位是否能看清，这就是帝京科技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眼灯瞳孔细节，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瞳孔每个瞳孔的这种层次感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在中间呢眼神的一个聚焦度啊也是很强，然后从侧面来看可以看到这个细节的亮嘛，很漂亮很有层次感的一个感觉，整个眼睛像活起来是一样的。那接口部分呢，这一次的接口呢和 T08 的接口是一样的啊，两者呢都是选用一样的接口。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安装，安装的方式呢我个人更推荐呢是把底部的这个接口的位置稍微是拎起来一些，这样呢也方便使力气，然后呢通过塑胶的这个韧性，因为它是 ABS 塑料，所以说整体的韧性来说呢会更好一些。只是呢我这款 T08 呢个人感觉在这个地方呢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松，但是问题不大啊，这个地方卡住之后整体的一个感觉呢就完成了。那整个的头雕呢我稍微给大家拉伸一下看一看效果，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标准的微控啊，所以说对于威震天的头雕呢我是丝毫呢都不会顾及价位的，所以说对于整款八哥之前做的这个老威的头雕呢就喜欢的不得了，所以第一时间呢非常有幸能收到这款头雕的话，我也是毫不吝啬的觉得这期视频必须要做，给大家来看一看这款非常优秀的工艺品头雕。头雕方面来说呢确实是精致也是精彩，但是呢价格方面来说呢就要看各位了。
我自己是微控，所以说我对于这个老微头雕的这个钟爱度啊，真的是强上了不是一点半点，所以我丝毫不觉得说这个价格呢会阻拦我对于这个头雕的一个引入啊。所以给大家关一个灯，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吧，整体的这个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打光的时候啊，看不出来整个的一个效果，但是呢眼灯瞳孔的一个细节给大家拉近来看，这种感觉真的是感觉威震天像活了一样，非常非常有神韵。整个的这个感觉来说呢，还有一个点啊，可能是视觉效果，因为电影中的一个设定呢也不是特别说好啊，我就是觉得这个下巴的尖儿呢可能是稍微会有那么一点长，但是也是角度的问题啊，在这种角度上来说啊，你就觉得会特别好，但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呢，略微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长，但是整个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哇塞啊。那这个头雕呢也是拿到手目前我觉得T08 最好的一款头雕了，既兼顾了神韵又有相当大的一个霸气度，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横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我的快乐。最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想分享的，而且呢最近过了900期以后呢想稍微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说去录制一些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而且呢投入点也不是很多的这个东西去分散我自己注意力新视频也会上，但是一点一点呢可能会往我自己更舒服的状态去走一走。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给各位分享一下这款来自帝京科技赵哥制作老八重图的老微头雕。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做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